气血会长宋宇正，对，然后很高兴大家今天可以来到这边，就是观赏今天的演出。那事不宜迟，我们就请我们的系上的大家长系主任来为大家致辞勉励一下，大家掌声鼓励鼓励。大家好，很高兴今天晚上有这个机会来参加志工之夜，来大家来看大家这个多才多艺的一面这样。那去年的时候我是在美国 MIT 参访，所以没有机会来参加这个志工之夜，今天很高兴有第一次有机会来参加。那我想我们志工系的学生都是云文云武这样，我知道我们的体育风气也很丰盛，那我希望我们的学习的风气也很盛，也很丰，很这个丰盛，包括这个课内的跟课外。